万变不离五指山，绝海不离其中。这是一个10块钱，它有2个面，人头面，还有这10块钱的这个面。为了10块钱的2个面，在争辩，叫做二元对立，无智亦无德。10块钱终究还是10块钱，叫做万变不离其中。了解10块钱转动跟停止的这个过程，十块钱终究还是10块钱，叫做降服其心。打转的过程叫陀罗尼，叫般若波罗蜜多。听到十块钱的面，它是10块钱，人头面。它还是10块钱，它在转动的时候，它也是10块钱。这个过程叫揭谛、揭谛、波罗揭谛、波罗僧揭谛、菩提萨婆诃。万变不离五指山，绝海不离其中。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，尽在觉中。卯酉文语，何处不相逢？俺尽于时中，踎了于世中，轰了了其中。有我莫让他随我，卯我莫随他而走。化酉合，卯通卯酉，天上天下俺觉灵。